这是崩坏兽。如我所说，除了世界本身随时可能幻灭之外，我们同样也要面临来自崩坏的威胁。虽然不是首要矛盾，但也的确是种挑战。 手下留情。到这边就能看得很清楚了。那中烟之律者，哦，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呢。不过，因为这里是世界炮。 所以他并不具备真正的中烟之力。话虽如此，如果本征世界的中烟律者再度进入活跃状态，那么这家伙说不定也会从他那边分得力量。那，如果圣痕计划成功了呢？嗯，你们不知道吗？圣痕计划本身就要依赖中烟的力量啊。如若不然，人类又怎么会拥有足以重组整个星球的能力呢？这。 总之，如果不和所有能合作的力量全部合作，我们这个世界炮就肯定只是死路一条了。不过你倒也不必因此感叹什么，无法自觉命运，这才是量子之海中真正的常态，是诸般幻影均无可逃脱的命运。好了，不聊这些消极的东西，毕竟我们还有非常积极的事要去做嘛。 到了，喂，你这不过多走了几步路而已。将死之人本就如此，你们就姑且习惯一下吧。比起这个，头发掉的越来越多反而更让我在意。好了，还是说回我们的正事吧。两位对我来说必不可少的原因，一部分就在于此。 一座不太正常的桥。严格来说，将世界炮与虚数的末梢重新建立连接，对于这一计划而言，两位的存在并非从一开始就必不可少。最初的关键是我的人工智能普罗米修斯17号。虽然此刻的我不知道计划的全部细节，但它的确掌握着全套的实施方法。 你再仔细想想，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虽然此刻的我不知道计划的全部细节，但它的确掌握着全套的实施方法。在这个世界炮完全停滞之前，我把与各种计划相关的知识都储存在了它的记忆体中，算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习惯吧。我来负责创意，他来负责统筹，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提升工作效率的。可是。 如果只是这样，我正要对这一点加以说明。实际靠近的话，或许有些危险。抱歉，这的确不是我的长处。 让我来吧。有些奇异，对吧？由于世界炮与本征世界之间的浸润，那里的空间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我们能以肉眼看到这座桥另一边的区域，但那里在此时此刻就是事实上的另外一个世界。而很不幸，普罗米修斯目前就被困在那边。
也就是说，你真正需要的是控制律者的全能。但，以目前的情况而言，想要充分运用这一全能，你就必须获得小石的帮助。哦，原来如此。你们都盯着我干什么？不必多心，作为影子，我本就记得圣痕计划的始末情形。既然本征世界的执行者已经明确，揣测他有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并不困难。更何况，他可是那个最会勉强自己的凯文啊。不过，这么说来，博士也能推测出世界蛇之前究竟做了什么吗？比如说，地球目前的状况。那可能很难。本征世界毕竟有很多从世界炮的角度根本无从知晓的人和事，我最多只能猜测，到目前为止，圣痕计划应当还是可逆的。不过，针对你们本身而言，封印你们的破绽倒是相当明显，甚至就像有意留下的。破绽？没错，同为律者，虽然力量同样有所缺失，但小石仍然保有着相对多一些的全能，而正是这多一些，促成了你们顺利来到我身边的结果。所以，如果仅仅是猜测这一部分，我确实能够提供一个思路。精神枷锁。你是指我们的全能是从精神层面被封印了？啊？从精神上封印意识的律者？别开玩笑了。我不信，那怎么可能？这的确听上去匪夷所思，但在你们的历史上并非没有类似的先例。比如说，与苏当年对另一个实质律者做到的事相比，凯文采用的手段至少没有定死你的全能。如果他愿意对你施加针对性布置，那别说向他人施加心理暗示，你恐怕连自由行动都很困难。所以呢，你只是想告诉我们现状还没有那么坏？倘若苏或那位阿波尼亚存在于此，我们的难题应当可以迎刃而解。但现在，既然缺少有力的精神系战士，唉，好难啊！究竟要上哪里去找我们的宇渡尘呢？你，之后不会太明显了一点，哪怕是他。应该也不可能。不会吧？等等，实质律者，梅博士或许还没有说完，他……少废话，既然是枷锁，我就来给你打破它。等等，你说的到底是哪一种打破？
就尽兴。不过他既然这么认真吗？等等，难道说小石再给我一拳，多用一些力量啊？你变态吗？决战的时刻到了。果然，随着精神的削弱，那道枷锁也……梅博士，你是故意对他那样说的吗？亚娜，你打架还得走神呢。我会战斗到最后一刻。好了，我承认，这会儿还是你要强大的多。我认输了，我们离开这里吧，还有很多正事要办呢。你知道就好。等等，我就是在办正事儿，谁要和你比个高下了？就算你现在和那个老古董绑在一起，也不够我一个人打的。哎，行了行了，站在那儿别动，让我好好试试看能不能解开那种枷锁。可能已经不需要了，先离开这里再说吧。我原本以为梅博士刚才的态度过于随意，但他真正的意图看来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喂，你让我带你离开我就带你离开啊，我没面子的吗？不，我现在好像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离开这里了。啥？你梅博士他已经离开这里了吗？先别管他去哪儿了，你先给我说清楚刚才到底什么意思啊。很简单，梅博士的意图根本不是激起你的好胜心，让你用自己剩余的全能来帮我解开枷锁，他想要的就只是让你揍我一顿这么简单。你有毛病吧？不对，我也有些难以置信，不过还是用事实来说明吧。理屈はよくわからない。でも、神なるもの、変化の極みなり。是无语。在我们于幻境中交手的时候，随着我的精神被你削弱，那种加诸于全能之上的枷锁也随之一并减弱了。而且不知为何，太虚剑气本身的力量竟然也在相当程度上不受那种枷锁的影响，所以那时我才想让你继续对我进行攻击，并且帮我找到用剑气绕开其中一部分枷锁的技巧。真有那么简单？我早就给你绊倒了，还用等到你自己来？
这个我也无法解释，对我来说这仍然算是误打误撞，不过也的确多亏了你小石，在精神空间中对别人进行削弱的能力眼下也只有你才拥有。都说了别那么叫我，太怪了，咱俩谁比谁大呀？哼，你不过是走运罢了，把你这家伙往死里打那就是我刚才唯一的目的。好了好了，是不是误打误撞恐怕也只有梅博士才知道了，现在还是尽快去和牙医他们会合吧，我想博士他应该也在那边。受伤了我可不会照顾你，嘿，能不能当心点，受伤了我可不会照顾你。看来我应该对你们说声恭喜，准备去和同伴会合了吗？回事，你一开始就算准了会这样。怎么说呢，试试也无妨吧，我对于精神控制的理解并不深入，不过是有些研究戒律的经验罢了，但你们身上的神音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的确属于我的发明，不难分辨。哼，对不起，他现在叫太虚剑气。名字不重要，你们的剑气它与戒律同出一源，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精神枷锁，虽然它从机制上不足以消除另一种精神枷锁，但与其制衡却绰绰有余。当然刻意激你只是一种实验，既然万事开头难，索性就让你们在战斗中将整个精神连同枷锁一并消耗，虽然在体力上多少有些损失，但现在看来结果是皆大欢喜的一本万利，对吧？那为什么？你想问，为什么你不能以同样的方法解开自身的限制？有没有可能是 Kiana 对你下手太轻了？啥？只是个玩笑，我没有充足的证据来推测你的情况。不过，如果只是猜测，或许那与绿者核心并不在你自己身上有关吧。可是博士，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这些呢？十只绿者白生了一通气，他好像也挺冤的。喂，你胡说啥？我有什么冤不冤的？莫名其妙。说不定是我为了顾及自己的形象呢，万一实验未能取得成效，我还可以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不对吗？好了，不开玩笑了，你们是要去和同伴会合吧？不过如果现在就进入前面的必经之路，恐怕还有些操之过急，因为有人正在我们背后用特殊的方式进行这一场交谈。原本我以为这只是为了分头行动而找的托词，没想到你的确想趁此机会和我单独谈谈。那么在无法使用绿者全能的当下，
你仍然能够听到30万人的声音在内心深处回响吗？不能，但在核心不再有所回音之后，布罗尼亚对他们的感知反而更加清晰。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布罗尼亚才真正明白，传承是一种要通过消失来印证存在的事物。他们的声音的确消失了，可意志却更加鲜明。在做出某个决定的时候，那份所思所想究竟属于自己还是属于他们，偶尔布罗尼亚自己也无法完全确定。就像我们今天在无意之中就被十只绿者诱导了想法一样。不过如果只是这个话题，就算十只绿者在场，我们好像也不用太过避讳。确实，怎么说呢，在这个场合，比起布罗尼亚和牙医，站在这里的首先是两位传承者。确实，尽管严格想来，我并没有很正式地向大家介绍英杰和往事乐土，但布罗尼亚果然就是布罗尼亚呢。铁安娜也不笨哦，只不过站在她的角度上，肯定不会匆匆忙忙就要你分享自己的故事啦。你们两个谁跟谁啊？所以如果站在布罗尼亚的角度，布罗尼亚对于牙医在世界时的经历的确只是一知半解，即使加上之前丽塔刺探到的情报，也不可能获得和牙医相同的体悟。只不过再次相见之后，出于我们之间的共性，布罗尼亚隐隐感觉到牙医在获得了某种传承之后，你似乎不像之前那样无法理解他人的牺牲了。不像之前那样无法理解吗？布罗尼亚，我这件事上我可能并不像你那样相信我自己，但从他们，从英杰们的身上，我也的确明白了一件事。在某个无法逆转的时刻到来前，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会知道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不过话说回来，布罗尼亚，你刚才的语气似乎并不包含对过去的责难。那当然了，即使在千羽学院的废墟，亚裔也并没有真的做错什么。而且布罗尼亚知道传承是非常复杂的事物，无论是牙医还是布罗尼亚，无论是提安娜还是丽塔和尤兰戴尔，当然也包括班长和学院长，我们其实都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却又殊途同归。比方说在对于牺牲的态度上，牙医和提安娜其实各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但是正因为这两条道路截然相反，像牙医和提安娜这样骨子里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才能真正的心意相通，成就彼此啊。布罗尼亚，牙医一定也发现了吧，这半年来提安娜又成长了许多，作为你们两人的朋友，布罗尼亚为你们的意志能够再度并肩而立感到由衷的欣喜。在布罗尼亚看来，现在的牙医和提安娜距离真正的和好应该只差那关键的临门一脚咯。原来如此，这倒真是一个让别人听到会很奇怪的话题。谢谢你布罗尼亚。不客气，不过既然如此，牙医想不想和觉得自己也成长了的布罗尼亚好好过几招呢？好啊，不过我可从来都没有放水的习惯哦。牙医，布罗尼亚，你们这是？没什么，只是谈了谈心，对吧，布罗尼亚？嗯，因为有点开心，所以就和
雅一姐姐切磋起来了，提安娜那边情况怎么样？梅博士的建议的确有效，现在我至少能够启用一部分控制律者的全能了。事先说明，是在我的帮助之下啊。嗯，在十只律者的帮助之下，我们修好了前往对面世界的通道。怎么感觉不太够味儿啊？你要这样说，在伟大的十只律者女士的帮助之下。好了，不必多加赘述了，情况我们已经有所了解，那么这是可以出发了吗？在你们谈心的时候，梅博士已经向普罗米修斯传出了等待会合的讯息，不过对面的那片区域比我想象中更加广阔，所以大家还是分头寻找更有效率。我们四个。喂，这种小事别算上我。那能拜托你连接起我们的思维吗？毕竟是未知的区域，而且也只有你才能做到这种事了。你怎么还想使唤我？用你们自己的通信器了？可是这里是月球。月球也别想让我加班。好了，提安娜，三个人应该也足够了。事不宜迟，我们还是这就动身吧。受伤了我可不会照顾你。好，到这里我们就分头行动吧。彼此多加小心。当然。奇怪，这似乎是属于人类的武装。是在无差别的阻止其他人靠近吗？力量正在不断流失，这感觉像是约束的领域。这还真是麻烦。毕竟这些工业造物之所以会阻止你们靠近，唯一的目的反而在于维护你们自身的安全。自从这里的抑制设备被安置妥当，它还是第一次要被人为关闭。陌生的律者，始源的后人，你或许需要为一场潜在的重大事故负责了。他的躯体，普罗米修斯。相对来说，称呼我为十七号更为精确。你先离开这里吧，我要重新启用抑制设备。即使只是遗骸，即使也是和我一样的幻影，
从他那里渗出的崩坏能也绝不可放任不管。你，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继续用这双手做危险的事，那么他们会先一步离开你的身体。牙医，怎么说呢，十只绿者终究还是连接了我们的思维。天安娜，只有你自己还没发现了。好吧，不过他没有打算伤害我，而且他也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虽然道理显而易见，但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你，我更换手臂非常方便，但如果我立刻启用抑制装置，梅博士的日程上说不定就要多出三场葬礼。等一下，是梅博士让我们来的。嗯，我收到讯息了，但既然是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局面，我必须保证自己在决定生死上的优势，退一步说，至少相互保证毁灭。你，不过我当然不是什么恶魔，在形势已然明朗的情况下，你们是想继续与我对峙，还是换个地方进行友好的商谈？原来如此，梅博士已经向你们讲述过了自己的设想，也就是所谓将世界炮与虚数的末梢重新建立连接。他只是确信这一点能够做到，但并不熟悉具体的技术细节。因为大部分细节知识都储存在我这里。没错。唉，又是相似的借口吗？借口？他不想花费时间解释的长篇大论，就会以类似的借口推脱到我这里来。细细数来，这已经是第4021次了。也就是说，从结果上讲，还真的存在这样的合作方法。如果不去考虑大家内心的真实想法，那么，是的。唉，还是说回正题吧。简单来说，就这样和你们解释吧。在我们向量子之海进行开拓的时候，曾经意外地找到了某物，它和虚数空间的潜在联系，让所谓的重整化成为了可能的选择。某物是虚数神骸的一个分支品种。你们知道什么是虚数神骸吗？虚数神骸，虚无主义，这是我曾经击败过的敌人。如此甚好，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是类似的东西，只是更强一点，比起存在主义来说要好解决很多。这句话应该不是指哲学分类，而是虚数神骸、神秘主义这样的名字。对，看来你比较容易理解我的表达方式呢。但有一件事布罗尼亚并不明白，虚数神骸为什么会出现在量子之海，这似乎不符合常理。关于这一点，我其实也不明白。不管怎么说，它本身就行将消散，状态堪忧。就像是那座断桥。如果不加以干预，它的自然命运不外如此。但既然你已经来到了这里，我们就没必要听天由命了。尽管我还在推演帮助你们驾驭它的具体方案。驾驭？应该不是让我们骑上去的意思吧？啊，果然还要继续解释，好麻烦。没事，我是说，我会简明扼要地加以解释。虚数神骸作为一种尸体，却始终与末梢保持着微弱的联系，也就是说可以令我们骇入。所以如果能将其摧毁的同时保留下那种联系，它就可以为我们所用。是的，
以这个世界炮的微小体量，它足以凭借虚数神骸的带宽重新连接回末梢，到那时你们自然就能返回本真世界。结果倒是听上去很简单嘛，也就是说我们去把那个虚数神骸打趴下就可以了。但这一步本身恐怕就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吧。当然，以你们目前的全能水平而言，即使能够侥幸击败神秘主义，也无法让我们控制住刚才所说的那种联系。不去试一试倒也不好说吧。别太心急，只要我们的准备足够充分，不会有真正无法解决的问题。适度悲观是一种远见，这是梅博士给我录入的第一条常识，非常有效。而基于这一常识，你们当前的任务还是由我来进行指挥更加稳妥。有反对意见吗？牙医和布罗尼亚认为呢？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才来到这里的，既然如此，客随主便也很正常。很好，那么拥有控制律者全能之人，稍后我会仔细教授你激活虚数神骸令其回光返照的方法，就像是修复那座断桥一样，你需要让它以完整的姿态重现于我们所在的空间。只不过更进一步，你还要学会如何用重整化的技术将我们所说的那种联系保存下来，并利用它达成目的。怎么了？这么一口气讲下去未免也太过啰嗦，算了，我们直接开工吧。没问题吗？没问题。提安阿娜先去中央位置的大厅待命，顺便熟悉一下自己的目标。牙医和布罗尼亚就跑跑腿，帮助我核实一些必要的信标是否还在正常运作。之后我会带着梅博士去找你们，中间如果有什么问题，使用你们的那个实质律者频道来和我沟通吧，梅博士会把我添加进去的。以上，解散。啊，等等，他怎么了？谁知道呢，也许是突然累了吧。机器人真的会累吗？重装小兔确实会，不过还是先看看他留下的便签吧。文字说明倒是非常详细，看来他厌烦的是口头交流本身吧。据说特斯拉博士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特斯拉博士吗？好吧，倒也不是不能想象。不过既然普罗米修斯已经自顾自地走掉了，我们干站在这里分析他的性格似乎也毫无意义。是啊，就先按照他给的分工做起来吧，毕竟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嗯，提安娜说的对。看来所谓的虚数神骸就是他啊。提安娜，提安娜，能听到吗？提安娜。
看来他们找到你了，十七号。事态已经顺利到了不需要你亲自跟进的程度吗？并非如此，但综合来看，返回这里一次也有其必要。有一些东西，我无法仅仅用知识进行解释，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人类所谓的心烦意乱。哦，中烟装置的残骸出现了什么异状吗？虽然用来压制外渗波坏能的抑制设备因故被关闭了一段时间，但这方面其实没有任何问题。我无法理解的是，博士，你为什么要欺骗那些孩子？我知道那是所谓善意的谎言，但如果我们让他们一无所知的成为你背叛世界的砝码，那好像也不是什么光彩的行为。这个指控未免也太过严重了吧。你也知道，自从这个世界炮被启用以来，破灭就已经是一个不可违逆的进程了。与其说背叛，倒不如说顺应更准确些吧。我明白，就像是人终有一死。可是梅博士，四十天后注定的消亡与今日刻意的求死，这终究还是有所不同吧。你果然知道我在这里，花。是苏在无意间告诉了我，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了。在我们各自履行先行者使命的时候，你曾偶然缺席了其中的一次会议。苏告诉我，每一年的这一天，无论其他的事有多么重要，无论紧急使用第二神之剑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何种负担，你都会只身一人来到月球的此处。你会在这里眺望着中烟绿者的残迹度过整整一天。那是一个承诺，我必须遵守，但你本不必来的，这是多此一举。你刚才也见到了，在圣痕计划期间，世界社专门为你准备了一座休憩之所。那的确是一座比现实中还要美丽几分的太虚山，但你也知道，我其实并不醉心于隐居生活，它只是一种来自过去的习惯，仅此而已。无论如何，可能的话，我并不想与你战斗。你认为我要阻止你吗？像是苏所做过的那样。花，往事乐土已经不复存在了。看来我遗忘了一些对我们的过去来说很重要的事物。无妨，对现在的你来说，它确实不再重要了。你看，这里才是宇宙中最平凡的景致。荒无一物，宛如坟墓，对吗？这么说来，虽然这样想确实太过刻薄，可是凯文，在你看来，这一世代的人们即使和我们属于相同的物种，却也并非你的同类吧。不，花，将他们视为同类并不难，真正困难的其实是放手不管。这一点我明白，所以我才会来到这里。为了他们？不，首先是为了你。此时此刻，至少在我看来，你需要一个能够听懂自己语言的同类，即便什么也不说，即便针锋相对，即便黄
不必说下去了。你还在像当初那样憎恨自己吗？我不知道。既然看见我会无法避免地令你回忆起那些逝者，那么不如就谈谈你的最后一梦吧。现在你的确做到了，即使阻止终结的是另一种终结，但对你来说，至少通过你的双手，人类即将战胜崩坏。不，这件事算了。抱歉，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你竟然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可以交谈。这不是你的错，所以无需道歉。那么今后呢？你有什么样的打算？过去如何，未来便仍如何。作为一个英雄，那个称呼，他既从未实现过，也已经再无可能了。那么，是作为一个罪人吗？我明白了，所以现在的你，才会如此的脆弱、落寞而又……凯文，你是在寻找自己的埋骨之地，对吗？综上所述，我们目前受困于月球，而地球似乎正在被圣痕计划重组。世界蛇认为这是战胜崩坏的唯一方法。 Kiana， 你们在量子之海的情况又怎么样？啊，在经历过一些事之后，牙医、Bronia、实质律者还有我，在一个类似月球的世界炮中遇到了前文明的梅博士和机械人普罗米修斯。梅博士说他可以凭借我们的帮助将自己的世界炮重新连回虚数的末梢，这样我们也就能顺势返回本征世界。而作为那个计划的其中一环，你刚才利用空之律者的力量在你们身处的世界炮中修复了一座桥梁，对吧？嗯。你们可以观测到我们具体做的事吗？不，但穿透了量子之海的空间全能在刚才为我们奇迹般地修复了一座处于异常状态的桥梁。既然这件事的确与你有关，那么它也可以反过来证明我们目前在空间关系上正处于相互叠加的对偶状态。也就是说，从三维空间的感受上讲，我们必然身处于月球的同一个区域。哦，那这样看来梅博士的计划应该有很高的成功率吧？毕竟无论如何我们在空间上其实离得很近嘛。倒也不能掉以轻心，对于将世界炮重新连回虚数的末梢这一行为来说，真正的关键在于锚点本身的稳定性，这和空间上的远近不完全是一回事。锚点？那是什么？锚点是允许世界炮连接到其他空间的一种繁衍基点。举个例子的话，就像我体内的世界炮需要锚定在我自己的身上，
而你的记忆空间也会固定在你的律者核心上。那边的梅博士也一定需要现实世界的某样东西来做到这一点。难道就是那座桥？博士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啊。我们修复桥梁只是为了联系上在断桥另一侧的普罗米修斯，接下来的工作则是为激活叙述神骸而做准备。在此之后，我们需要夺取叙述神骸与所谓末梢之间的连接，然后利用它返回现实世界。另一方面，这个世界炮也将自然而然地重获新生，这都是基于我们之前实现过的重整化技术。这怎么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因为对世界炮本身来说，那根本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哎，你是？这是来自薛定谔博士的通讯，他是爱因斯坦博士和特斯拉博士的朋友。啊，你好，博士。不过，你刚才说的根本不是自然而然的事，究竟是指？你所说的那种方法，无法保证能让世界炮重获新生。事实上，它大概率会让世界炮本身提前陷入毁灭。什么？锚点的作用并不只是提供一个空间变换的基点，在其他方面，它能够统一世界炮中的能量流向，使世界炮本身可以在叙述侧的能量洪流中维持存在。而所谓的重整化是针对叙述空间本身的一种行为。打个比方来说，它只是一条走钢丝用的索道，你能指望一个人用走钢丝的方式把一群羚羊赶过悬崖吗？这或许你应该问一问那位梅博士，看看他是否对你还隐藏了些什么。前文明的人毕竟也有自己的立场，我们或许不能简单的就认为自己和对方建立了相互信赖的协作关系。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对方也不一定对我们抱有恶意，或许反而是怀着某种不想坦率告知我们的苦衷。但无论如何，出于安全考虑，你们还是有必要向对方问出事情的真相。总之，小心为上吧。明白了，我们会小心行事的。嗯，如果你们能用自己的方式让那个人讲出计划的原委，那便再好不过。当然，我们也会思考如何去应对可能的消极结果。如果你去征求雷电牙医的意见，那么他应该也会像我一样认为，前文明的英雄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邪恶之徒，但那绝不意味着他们都像浮华前辈那样易于相处。你应该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吧？嗯，牙医他已经和我讲过一些自己遇到的事，不过比起这个，谢谢你们的关心，尤兰戴尔。当大家最终会合之后，应该还有漫长的挑战在等着我们所有人吧。是啊，那毕竟是圣痕计划，要多保重啊，提安娜。嗯，你也是，尤兰戴尔。梅博士，普罗米修斯，他们真的在隐瞒着什么吗？提安娜，发生什么状况了吗？我没事，牙医，只是刚才在外部世界的幽兰戴尔他们捕捉到了我的律者信号，也因此通过律者核心和我完成了一次特殊的通讯。幽兰戴尔，他还在天命总部？不，他和希尔还有李素商在圣痕计划的作用下被强制传送到了现实当中的月球，并且那一边和我们处于彼此对应的同一位置。那里有一个名为新亚特拉的大型避难所，目前生活着世界蛇用这种强制机制筛选出的众多圣痕觉醒者。刚才我们重建桥梁的行为同时影响到了外部的现实，也因此尤兰戴尔才和我建立起了短暂的联系。新亚特拉，我之前听杜鸦提起过这个地名，只是没想到他竟然在月球。这该不会……嗯，他当时说世界蛇要安排小空他们去新亚特拉度假，你还记得小空吧？记得，当时在长空室你给他们做了甜椒咖喱，我也一起吃了不少。哎呀，那时候可真是干过不少蠢事呢。
让我们回到正题吧。也就是说，当我们突破了这个世界炮之后，至少能和尤兰戴尔他们直接会合，然后思考下一步的行动办法。是这样，但尤兰戴尔也向我提出了一个顾虑，关于梅博士。这，如果他感到事有蹊跷，那么我们确实需要找到梅博士，把问题讨论清楚。说起来，十之律者呢？他应该还在梅博士那边吧？至少，我还没有通过意识连接告诉他现在的事。这样的话，等下可要有热闹看了。你是指十之律者知道这种怀疑后的反应？当然了，那家伙不是最讨厌被别人欺骗吗？确实，不过我总觉得他似乎对梅博士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在班长还是烛火十三英杰的一员时，梅博士正是烛火之蛾实际上的领袖。恐怕对于十之律者来说，博士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老相识吧。这么说来，好像梅博士是很善于掌握他的心理。不过，如果这样的梅博士有什么事迹瞒着他，也瞒着我们。嗯，那或许无关乎私利，而是某种会令人悲伤的隐情吧。总觉得我能猜到他会怎么回答我们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先去问问他，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收到。继续前进吧。收到。继续前进吧。好的。来玩捉迷藏吧。和我一起战斗吧。是。决战的时刻到了，现在是 Kiana 时间，到我了。克里希娜上。太吵了，小心烫伤。决战的时刻到了。这个老古董就又一次身负重伤，失去意识了。你说他傻不傻？这下倒好，连自己都被那个叫什么奥托的人给骗去欧洲了。我想，那个名为奥托的人，想必也不是等闲之辈。他要是都还好了，哎，算了，我们不提他，提他晦气。那家伙当了一辈子的世界领袖，心里却只有一个死了500年的女人。你猜怎么着？据说他最后还真以命换一命，把那位小姐在另一个世界给救回来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原来如此，难怪在中叶律者没有降临的情况下，普罗米修斯也记录到了一个足以在一瞬间影响整个星球的能量尖峰。人死毕竟不能复生，如果他真的做到了那一点，唯一的可能便是所谓扭转乾坤了。喂，你这怎么还夸起他来了？依我看呐，你这就是没亲自见过他，
不知道他那个人究竟有多么恶心。这一点我相信你。雷博士，石之律者，我们回来了。啊，终于回来了，我们可都快要把这5万年来的历史从头到尾聊上一遍了。那还真是让你久等了呢。不管怎么说，激活虚数神骸之前的准备工作，这样应该就算处理妥当了吧。第一步的确如此，不过看起来你们好像还有什么别的事要问我。是的，实不相瞒，在完成这些准备工作的过程中，我接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通讯，他们是我的战友，目前被圣痕计划强制传送到了现实世界的月球，而其中更巧的是，他们中曾有人参与过帮助世界炮与你所说的末梢建立联系的实验。原来如此，博士，你之前似乎因为某些原因而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炮的全部真相，对吗？当然。啥？稍安勿躁，华，你应该能理解，当一件事情处于千头万绪的状况下，有所隐瞒并不是欺骗，而是一种疏离。世界的本源纷繁复杂，原本无法为人类所掌握，但我们凭借梳理的力量，无视其中并不重要的部分，便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万物的运转，这便是物理学的要义。好吧好吧，总之你是要说这些隐瞒并非有意为之咯。是的，因为那些细节对你们来说并不重要，都是些无需在意的小事罢了。不过既然被郑重其事地问起来了，那么我也会郑重其事地尽量把他们讲清楚。无论如何，我们之间并不需要误解。简单而言，之前被我省去的那部分事实是这样的。当大家与虚数一侧成功建立联系时，这个世界炮也能顺势自然接回那里的概率并不高。而即便能做到那一点，由于没有可用的锚点，世界炮也只会被本征世界强制融合。这意味着我和普罗米修斯多半会就此消失。就此消失？还记得那座桥之前的状态吗？当这个世界炮成为工具之后，那座桥梁的完好状态就与本征世界中对应的坍塌状态发生了冲突，而结果也正如你们所见。Kiana 能联系上外部的战友，应该也与动用空之律者的力量去修复桥梁的行为直接相关吧。嗯，而且我的那位战友说，从三维空间的感受上讲，我们其实处于月球上的同一个位置。理应如此，凯文借助圣痕计划将各位封印至此的行为，其本身就会导致世界炮的上浮，并带来像这样的结果。事实上，就连我们目前计划的核心那个虚数神骸，它本身也是因为圣痕计划选中了我们的世界炮，所以才会出现。你们不也对普罗米修斯质疑过吗？问他这类事物怎么会出现在量子之海的深处？等等，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这个世界炮最终也会和外面的世界融合？正是这样。在那种情况下，你们也能返回真实的月球。只不过到那个时候，圣痕计划多半已经彻底完成，你们的律者核心很可能也已经完全失火。你看，对你们来说，这个世界炮本身的命运的确不是重点，对吧？这算什么？你的意思是，你想让我们也像那个什么世界蛇一样，把你们当作工具来看待？各位如何看待我们，是各位自己的事。但现实毋庸讳言，无论是面对凯文个人还是圣痕计划，时间都是你们的敌人。你总是这样，对吧？不论对其他人，对凯文还是对你自己，都是一样的冷酷无情。对于我的工作来说，多余的情感有害无益。请想象一位生活在战争年代的将军，如果他称职，那么他必然深爱着自己的每一个士兵。但尽管如此，
在进行兵力计算和任务安排的时候，他也必须将这些活生生的士兵变成纸上的一堆数字。没有这些工作，人们便无法利用科学的力量，这是人性与现实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而我们所能做到的公平，恰恰就在于一视同仁地对所有人和事都采取统一的标准来应对。这放轻松，对你们这一代人而言，需要面对的残酷其实在事情的另外一面。比起感伤历史的命运，你们更应该做的是引导未来，对吧？那的确是我们的使命，但使命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我想大家所在意的应该是这一点。啊，这个倒很简单。现在距离普罗米修斯做好某些准备工作还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就学习一下某个人来开一次女孩子们的茶会吧。啥？你认真的？普罗米修斯，帮我开启一号实景。好的，我的博士。这是小心，雷电牙医，我只是借助世界炮的机能欺骗了我们各自的感官，就像是戴着 VR 眼镜一样，并不是往事乐土那种全套的虚拟空间。明白了，只是突然间又看到了乐土中的景象，一时间难免让人有些感慨。哦，原来你说的乐土是这样的感觉啊，很有超现实的美感呢。哼，这有什么可赞叹的？既然要开茶会，那没有像样的茶点可怎么行？只可惜我现在的力量有限，所以只能帮你们感受我自己比较熟悉的风味，英式红茶那是做不到了。不过这位博士，你又不是有什么超能力，为什么也能做到和我类似的事？我和普罗米修斯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炮的组成部分。这样说你能理解吗？我们现在看到的风景正是普罗米修斯用自身构筑出的全息投影，也正因为我们是世界炮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用你们的方式离开这里。嗯，茶饼和茶的搭配很不错。哼，那是当然，像这样的云雾茶可不是每天都能品到的。普罗尼亚就不用了，普罗尼亚不是很习惯喝绿茶。雷博士，你并不希望我们介入与这个世界炮本身有关的事，对吗？当然，因为那对于你们想做的事并无帮助，甚至会让你们为此投入不可承受的成本，却最终仍然一无所获。别忘了，时间是凯文和圣痕计划的朋友，也就是说你们的敌人。利用虚数神骸能够确保你们用最短的时间返回自己的世界。我们当然相信博士的判断，但作为个人来说，你们都不容易接受放任我们不管的结论，对吗？如果有什么可以努力的机会，我们当然会想尝试一下。我们也并非不能接受博士所说的那种情况，但至少布罗尼亚需要消化一下自己的心情。嗨，瞧瞧你们三个这么不解风情做什么？船长无法抛弃沉默的战舰也是世间常态，一起用轻松的心情享受片刻的宁静也绝不是什么坏事。更何况接下来 Kiana 还要面对比刚才修复桥梁的事更为艰巨的一项挑战呢，对吧？嗯，没想到你在这方面竟然也如此敏锐呢，意识的绿者。那当然了，人总不能还没有金刚钻就要逼着自己揽瓷器活吧。所以这到底是指什么？难道说啊，是重整化的成功率问题吗？成功率？你不是曾经在奥托面前？原来如此，对吧？那时候我可是借助了100个人的力量才进入了状态呢。确实，对于目前的 Kiana 来说，他只是利用了太虚剑气的技巧绕开了圣痕计划施加在绿者身上的封印。
比起奥托之战的最终情形来说，远不是万全状态。不错嘛，看来你也不是白当了一个理智律者。想要达成梅博士预设好的那个目标，只凭太虚剑气的功夫可不是什么稳妥的做法。所以提安娜，我想安排另一个人进入你的精神世界，帮助你挣脱圣痕计划所施加于你的枷锁。这可以做到吗？当然，既然你已经能够通过太虚剑气调度自己的律者力量，那么就能以此为突破口，让其他人附身于你，帮助你打破枷锁，彻底复原。哼，知道吗？刚才你们忙东忙西的时候，我的脑子可也没闲着。你那时应该只是在找梅博士吹牛而已吧。究其根本，圣痕计划是在利用律者自身去扼杀律者全能。在目前的阶段，外来的另一个律者意识可以比较容易地摧毁这种精神枷锁，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这另一位律者的能力也将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明白了，不过让其他人附身于我，具体又应该怎么做？对于律者来说，这并不难，我或者十只律者都可以指导你们达到那个状态。嗨，我就算了吧，让我去指导他们做那种事，未免也太奇怪了。奇怪？你等下就知道了，记得不要太害羞啊。不管怎么说，看来 Kiana 首先需要在牙医和 Bronia 中间选一个人来帮助自己。牙医，你可以来帮我吗？当然， Bronia， 那就拜托你留在这里了。祝你们一切顺利。就在这里吧。你们应该知道，像你们自己这样拥有环形起点的律者，可以把自己的意识储存在核心当中吧？是说像瓦尔特先生那样吗？还是说从前的他？我的确听说过类似的事，甚至自己的意识也曾经和另一个人格争夺过身体的主导权，但要说让意识主动进入核心，我还没有这样做过。没关系，这次不会由你单方面主导，你们都是律者，只要彼此的身心充分开放，一方进入另一方的思想空间是很轻松的事。 Kiana， 你只需要全身心的放松，去感受雷电牙医这个人的全部。而牙医，你可以充分利用初入往事乐土的经验，让自己的意识顺其自然地进入 Kiana 的体内。可是具体要怎么做呢？理论上有很多种方法，不过就让我挑一种对你们来说成功率最高的方式吧。这样然后这样就可以了吗？没什么复杂的，对吧？不过这还真是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啊。放轻松，不要心怀杂念啊。好的，对不起。不用向我道歉，大家都是女孩子，保持沉心静气，将注意力只集中于进入和接纳本身就好。
过了这么久，牙医进入我的思想空间了吗？是不是有哪里不对？果然，看来我们还在原地。进入思想空间，进入思想空间，进入思想空间。Kiana 在干什么？他这个样子，我不就更难专心了？还是说，听见回音，其实是我已然进入 Kiana 思想空间的证明？不，那怎么可能？我究竟在想些什么？啊，对不起，牙医，我不会再念了。我方才的所思所想，不也被你知道了吗？这样，就算扯平了吧。不过这么说的话，我们是不是快成功了？不知道呢，不过你可以放松一点，像以前一样顺其自然，好吗？昔のようにか。本当にメイ先輩にしか口にしない言葉だよ。在二人的思绪互相触碰融为一点的瞬间，一种浅眠般的轻盈悄然而至。不知是谁先动了心念，他们骤然升空，化作两只被暖风托起上下翻飞的纸鸢。那时间既漫长又短暂，而后少女们便不约而同地睁开了双眼。那是圣弗雷亚，对他们来说犹如家一般的地方。没想到我们的第一站就是这里。他们果然都不在呢。Kiana， 在支配剧场的时候，你见过姬子老师，对吧？嗯，就在极意宝石所记录下的世界中。不过，牙医果然还是这么敏锐呢。我经历过的事，你看上去都能猜到。当时，我们就是在这里告别的。之后，我就成为了现在的新颜之旅者了。这样看来，今天回到校园的 Kiana 已经是姬子老师当之无愧的课代表了吧？还真是想不到，有一天课代表这个词竟然会用在我身上。但恰如其分，不是吗？而且我也很想拜托课代表 Kiana 同学帮旷课已久的我好好的补一补课。这种时候，我是不是应该用牙医教过我的一个成语来回答呢？当仁不让。毕竟，那也是这一年来，我最想向牙医讲述的一段记忆呢。所以，就有劳课代表了。好啊，让我想想，应该从哪里说起呢？那天他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好久不见 Kiana。 是啊，我们已经好久没见了，可我总感觉和妻子老师，和牙医，和大家相处的那些时光好像就在昨天。他还说你变化真大，可我当时想，
如果放弃变化，就能让一切坏事都没有发生过，那我倒宁愿一直都是普罗尼亚口中说的那个笨蛋提亚呢。雅姨，这种话如今听起来很幼稚，对吧？但过去我的确很认真地像那样想过，想过很多种异想天开的奇迹。现在看来，或许算是心理上的一种不成熟的自我防御吧。面对生离死别，人们喜欢避而不谈，可我无法回避，也不能不谈。我是如假包换的空之律者，这一点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但哪怕我已经有了心理预期，却还是无法在短时间内释然，以理性去看待他们，接纳他们。在这一点上，谁都是一样啊，提亚娜。我们都希望姬子老师只是暂时联络不上大家，希望他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等待着我们，希望他只是沉睡在了虚数空间。所以那时姬子老师才会问我，他是不是出现得太突然了。他怕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吧。是啊，不过这样的事情又有谁能真正做好准备再去面对呢？那反而会变成一种永久性的逃避吧。所以后来我不争气的当着姬子老师的面哭了，哭得还挺厉害，但这也是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不是吗？嗯，是啊。牙医，你知道吗？在临走前，妻子老师跟我说了很多他想去做但再也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正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在我们的生命中，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东西原来占据了这么重要的部分。说不定那正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呢。是啊，妻子老师说他想回到真正的圣弗雷亚，想再去黑板上写写字，再回房间喝上一杯。他想穿一次红色的心礼服，想吃牙医做的料理和班长做的餐蛋面。他还想看着我们毕业长大。天哪，有些感伤，但又令人充满动力，对吧？比起泪水，当然还是笑容更适合回忆啊。毕竟，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也要再错过群星了。这是泰戈尔的诗。嗯，牙医喜欢的话，回去以后我借给你看吧。好啊。说起来，之前也有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呢，让我在与过去告别的时候要保持微笑。往事乐土，那是世界蛇干部的失恋之地，一个由记忆和记忆体构筑而成的世界。那里沉睡着前文明的13位英雄，包括班长，包括凯文，更包括那最初为人类而战的律者。他们把自己称作烛火13英杰。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在那里追寻着崩坏的秘密，追寻着身为律者的意义。而在旅途的末尾，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却也不得不面临难以接受的诀别。为了击败侵蚀之律者，作为记忆体的英杰们牺牲了自己，他们在过去为我们留下了人性，又在今天为我的人生注入了更多信心。不过比起感伤
现在留在我脑海里的更多的还是感动。只要你还记得我们，这个故事就不会消失。这是十三英节里最受大家拥戴的艾莉西亚告诉我的。尽管这段故事充斥着遗憾，但也正因为有了遗憾，我才更无法忘记他以及他带给我的一切。不被命运推搡，不被时间裹挟，不畏惧别离，不逃避死亡，始终如一的朝着自己坚信的未来前行。待抵达终点之时，他们所留下的意志，他们所守护的美好，也最终被我们这样的后继者传承了下去。这应该就是所谓历史的浪漫吧。十三英杰似乎是很有故事的一群人呢。只要你想听他们的故事，让我讲多久都可以。我们似乎已经聊了很久，不过这边也没发现什么异象呢。你好像松了一口气。是啊，毕竟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精神枷锁究竟是什么。如果在这里和莫名其妙的敌人开战，周遭的环境也就难免会被波及。你就当是我的一点私心吧，我想让圣弗雷雅一直保持着我们记忆中的样子，一踏上这条路就会想起好多过去的事。是啊，那会儿一到放学，你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而第二个一般就是被你不由分说拖走的我了。唉，谁叫牙医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还在上前几节课的时候我就一门心思念叨着下课想快些回去吃饭。提安娜，你这是打算把上课走神的原因怪在我头上吗？我当然是在怪我自己的胃，都怪他一直叫个不停，我才会这样的。说起来，布罗尼亚那会儿表面上冷淡，乍一看似乎对回宿舍这件事一点都不积极，不过他每次都会在前一天故意找借口套我话，想知道他的牙医姐姐第二天又准备了什么好吃的。你们呀，牙医，那堵围墙之后的美食街你还有印象吗？当然，我记得在我修行不得要领，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练剑的时候，你都会想办法拉着我去那边吃冰淇淋和点心。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尝一次白桃味的布丁呢。为什么牙医偏偏跳过了焦糖布丁和可丽饼？难道他们不好吃吗？你挑的都很好吃。至于为什么先说了白桃味，其实是因为……算了。哎，牙医别卖关子呀。和你不一样，那是我第一次跟朋友交换着吃点心啊。不知不觉就到训练场了。如果精神枷锁能乖乖待在这里，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惜他似乎和某人一样，都不是个安分的学生呢。牙医，我还记得你那时总想在我面前出风头，成天嚷嚷着要成为最强的女武神，可你上课老打瞌睡，文化课考试也不想着好好复习，还特别喜欢带游戏机去找每次都能考满分的 Bronia 玩。啊，停，牙医，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些事情了？再讲下去，那可就是你揪我耳朵的环节了。怎么，不好意思了吗？啊，牙医，我不是小孩子了。那当然了，现在的你即使不需要我揪耳朵，不需要 Bronia 用激将法，也会去做你该做的事了。倒不如说
可能反而自觉得有点可怕。啊，这倒不至于吧。比起幽兰黛尔那种，我平常还是挺懒散的嘛。这里是 Kiana， 你还好吗？嗯，现在确实没事了。嗯，那就好。刚刚你突然像木头人一样没有了反应，之后圣弗雷亚就在一片黑暗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千羽学园。我原本以为至少会有让我们准备一下的过程，譬如凭空出现一道门或者光团，触碰后才会来到其他的空间。牙医，这又不是在打游戏，还是说你刚才被波罗尼亚附体了？哦，抱歉，我之前在往事乐土经历了很多类似的事，难免产生了一些思维惯性。牙医，你怎么说话突然变得一板一眼的？难道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吗？我不，你说的没错，我曾经害怕回想发生在这里的事。精神枷锁看上去不在这里呢。是啊，除了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和那天一模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比如周围的气氛。啊，牙医你看，这里的铁丝网上刚好有一个洞，很方便往外看风景呢。不过这么大一个洞，究竟是怎么搞出来的？那个，他似乎是当时我把你打下去的时候弄出来的。啊，原来如此，怪不得我没印象呢。不过他现在或许能让千羽学园观景台的星级有所提升，我是说一览无余的意义上。嗯，还真是很有 Kiana 风格的想法呢。啊，这里不仅视野好，风吹着也很舒服。只可惜当时的我们还没有这份能够欣赏万事万物的心境。那就一口气都补回来吧，下一次空间转换我想应该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果我猜的没错，那种转换应该与我的情绪波动有关。至于它到底是跟情绪本身有关，还是跟波动强度有关，我就拿不准了。没关系，既然我们都在你的思想空间，那顺其自然说不定就是最好的方法。嗯，牙医。嗯，没事，就是突然想叫一声你的名字。那Kiana， 其实关于那一天的事，一开始我觉得自己有很多话没有来得及告诉牙医，但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其实不是说什么的问题，因为我心里想些什么牙医怎么可能不明白呢？反过来也一样吧，
刚到世界蛇的时候，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失眠。我明白自己为何失眠，却解决不了它。所以后来，我干脆专门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思考。我当时思考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才能避免那不该发生的一战。譬如，我们都冷静下来谈一谈之类的。但始终，我都找不出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最优解。因为，你想留下我，和我想拯救你，这两者其实都没有错。既然都没有错，就很难用言语将对方说服。既然都没有错，那时的我们会去做一些极端的事，也就在所难免。是啊，或许这就是成长吧。如今的我们仍然怀揣着和当时类似的信念，却早已不需要说服彼此。而这当中的差异，或许就在于一种微妙的分寸感吧。要是我们能在甜椒咖喱的时候，在天穹市的时候，能像今天这样敞开心扉，中间的许多波折，至少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吧。嗯。可反过来，如果少了那一次冲动，我们或许也不会得到如今的成长，更不会成为现在的我们。所以 Kiana 的结论是，那时候我和你打一架还是很值得的。牙医，在学校里使用暴力是很不对的哦，我们应该用枕头被子大战这样的方式去解决嘛。两人会心一笑，在目光交汇的瞬间，他们明确地感觉到曾经横亘于两人之间的无形障壁，他最后的几分残垣也终于随着那欢笑声一并散尽。牙医，嗯，你知道的，在我刚刚回到 Helios 的那段时间里，有很多话，很多决定，我都没有和其他人讲，要么是深埋心底，要么是独自践行。而在如此多的其他人里，我最不愿、不敢分享的对象，就是牙医，这也直接导致了我们后来的分别。我知道，在面对与我有关的同一件事时，我知道，在面对与我有关的同一件事时，牙医的情绪波动往往会比其他人更大。可你很少表现出来，只是默默包容、接纳我的一切，并在需要时给予我引导和帮助。从初见到重逢，一直如此，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对姬子老师的承诺。而在我心里，牙医，你是这些美好中最特别的存在。正因为特别，所以我希望比起我或是世界，你能把自己放在更重要的地方。所以，时至今日，牙医又是怎么想的呢？我想，很多时候，人的所思所想与所作所为，其实是前后矛盾的。因为世界并不一定会允许我们选择那个自己最想要的结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再次面临难以取舍，足以改变你我命运的抉择。到那时，我可能反而无法再像当初那般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会犹豫，会思考，会权衡，因为世间一切在我心中的重量，也在与你同行的过程中不断的成长。但说到底，给予我这种成长契机，让我开始喜欢上世界的人， Kiana， 是你。谢谢你，牙医，对我来说，你也同样重要。我，
很开心。啊，世界又变了呢。可这里又是什么地方？看起来像是长空室，但这或许是我的记忆，可能是因为我的到来，本该以你为中心的思想空间受到了一些影响。还记得吗？在你骑着贝纳勒斯试图去关闭长空室的虚数起点时，却遭到了虚数造物的袭击，而这里就是贝纳勒斯坠落的地方。他为了保护追逐着你的我，替我挡下了虚数神海的致命一刀。之后他的意识便彻底消散了。果然是这样吗？这就是距离伽罗的由来，对吗？嗯。贝纳勒斯，不，还是叫他贝拉比较好。在与控制律者对峙的时候，贝拉不止一次地支持过我，少了他的帮助，我不可能克服自己的心魔，战胜控制律者。但作为律者核心中的幻影，他最终还是随他的召唤者一同消失了。我欠贝拉一句谢谢。我也是。现在想来，他救我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我是你的好朋友，因为他害怕你伤心，又或者只是因为我们身上都有西灵的影子。嗯，贝拉，他的善和恶都非常朴素，也正因如此，如果仅凭其中的任何一件事去定义他的存在，都会有失偏颇。从世界以外的视角来说，这世上恐怕既没有绝对的恶，也没有完全的善。我们可以说贝拉和西林都是崩坏的奴隶，命运的囚徒，但世界蛇或者说凯文，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说圣寒计划意味着永恒的梦境，那么这就相当于强迫全世界的人一起去做命运的囚徒，甚至更糟，对吗？作为一个组织，世界社其实以帮助人类挣脱命运自诩，但从结果上来说，作为由烛火之蛾的暗面延续至今的存在，他也始终在无视普通人的命运。他崇拜文明，却又漠视生命。举例来说，假设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都存在着一段阶梯，如果登上这阶梯的最高处就可以直面崩坏，那天命与逆商曾经的矛盾都是在一步步走上去的过程中发生的。而世界蛇，他却试图凭借继承自上个纪元的知识和技术，无视这条布满荆棘的阶梯和他上面苦难的民众，要选择坐上飞船直接去寻找答案。正因为这条蛇的目光永远只盯着最上方，所以他才不会注意到在台阶上挣扎的普通人，将他们视若草芥。那么我们之后该做的事情似乎也很简单，和大家一起披荆斩棘，让所有人都能看到那条指向美好的通天大道。嗯，你说的没错。从现状来看，世界蛇与我们在战胜崩坏的理念上存在很大分歧，而能否超越世界蛇，给出更好的答案，则是我们之后必须面对的问题。尽管困难，但这也正是一种伟大的挑战。既然世界蛇觉得自己可以超越终焉，跻身未来，那么我们又凭什么不可以呢？是啊。你说对吧，贝拉？雅音，小心！感觉我们好久没有像这样并肩作战了。是啊，不过稍微活动一下
就又找到以前的感觉了。牙医，我们果然是最好的搭档呢。嗯，那当然了。记得牙医说过，无论我失败多少次，你都会为我重铸冰封。可我总觉得，牙医其实就是我的另一半冰封啊。是，对我来说，你也是一样的。影分身，是谁？提亚娜，做好准备，接下来我们一鼓作气消灭他。哼，交给我吧。好，就是现在。Kaim，Fastkin。这样应该就结束了吧。你似乎顺利恢复全能了。牙医不也是吗？我算不上完全恢复，但无论如何比刚到这里时肯定好多了。看来圣痕计划也不过如此嘛。不过应该说，正是因为有牙医在，一切才会如此顺利吧。而且我们也不能忘了 Bronia 十只绿者还有梅博士对我们的帮助啊。这方面你一直都和以前一样呢。说起来，牙医，看来那应该就是离开思想空间的门扉了。啊，原来你之前期待的就是这个。倒也没有期待吧，不如说我还想在这里和你多待一会儿。我也是，毕竟出去之后能像现在这样轻松相处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吧。是啊，我们还有很多要做的事，以及更多做完这些事之后要做的事，所以也到了该和这里说再见的时候了。メイ先輩、一緒に帰ろう。ええ、キアナちゃん、約束するわ。一緒に帰りましょう。还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总觉得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倒觉得很短，毕竟只有一场梦那么长了。但那并不是梦啊，至少这一次，从这一次开始不再是梦了。是啊，
不需要再做那样的梦了，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一起创造未来，而且还要在那之后享受生活。唉，都怪最近被幽兰戴尔盯得死死的，我都快一个月没和大家一起吃冰激凌了。能把你逼到这个份上，看来幽兰戴尔也很不简单嘛。不过就算单看提亚娜现在的这份镜头，也知道你的力量确实完全恢复了呢。那当然了，现在就是提亚娜卡斯兰娜的最佳状态。你看我现在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牙医你呢，感觉恢复了几成？从感受上来说，我应该也找回了至少一半的力量。不过作为入侵思想空间的一方，我并没有恢复全部的战斗能力。唉，看来牙医不太行嘛。既然如此，那接下来就让 Kiana 骑士来保护牙医公主吧。有道理，那前线的支援工作不如就交给十只绿者吧。哎，牙医，我在开玩笑啦。牙医和我最默契了，即便不能使用全力，那也是我最无可替代最可靠的搭档啊。而且刚才能和你并肩而战，我真的很开心。嗯，我也是啊。那么接下来就像梅博士他们说的那样，我们要去迎接另一个虚数神孩了吧。这么说来，他们人呢？他们或许是已经出发了，无论如何，我们先去预定地点附近看看吧。不让你。哟，搞定了。久等了，布罗尼亚。比起某些可喜可贺的进展，布罗尼亚等待的时间并不算太久。提安娜感觉怎么样？做好迎战虚数神骸的准备了吗？那当然了，本小姐就没有比现在还生龙活虎的时候了。开个玩笑，其实还差一点呢。差一点？只靠牙医当然不够啊，我们还需要布罗尼亚的聪明才智嘛。确实，不客气地说，这正是布罗尼亚所擅长的部分。是啊，而且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说，知识和判断力也都是他最重要的武器，所以接下来还要请你多多指教啊，我们的最强大脑。当然了，普罗尼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啊，对了，怎么了普罗尼亚？虽然有些迟了，不过欢迎回来天哪，欢迎回来牙医。博士，需要我帮你调查眼前的景象吗？虽然根据我的初步分析，眼前的景象和之前相比并没有任何变化。谢谢你普罗米修斯，但不用了，我想凭借自己的双眼记住眼前的这一切。
即便你将他们保留在记忆中，这段记忆也无法留存太长时间。普罗米修斯，这是你对我的抱怨吗？不是，为了提升数据的运算效率，我的情感模块建立得并不完备。我没有抱怨什么，只是在阐述一个客观事实。我倒是想听听你更主观的看法呢。十七号，啊，他们回来了。已经准备好了吗？那么，也是时候彼此告别了吧。雷博士，在离开世界炮的瞬间，我们的轨迹或许将留下一个转瞬即逝的奇异点。虽然这无法保证能帮到你们什么，但如果你们能够抓住这个空隙，重整自己的存在形式，或许还是有办法让自己在本征世界也保持存在。这种推断除了假设过多本身倒没有其他问题，但如果想让这种情况真的成为现实，我们也的确需要一些非同寻常的运气。准确来说，对于梅博士自身，这种方法能够成功的概率接近于由不确定性原理所决定的那个常数，也就是十的负三十多次方。普朗克常数吗？那不就等于说，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想要欺骗世界，我们也只能在钢丝上跳舞。就像十之律者向我讲述的那样，你们应该也很清楚，上一个做类似事情的家伙，那个所谓的奥托主将，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做到了欺骗世界，又因此而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不必感到内疚，即便你们没有出现，我的身体也好，这个世界炮也好，只要时间开始流逝，就都无法支撑太久。与五万年相比，四小时与四十天也确实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彼此爽快地说声再见吧，就像小时那样。十之律者他从一开始就十分爽快地尊重了我的选择，当然其间夹杂着许多情绪化的用语。最初真是没有想到，在本征世界与华共同分享记忆的律者会是这样有趣的脾气，让我还真想和你们那个时代的华见上一面啊。不过没有关系，你们会代替我向他问好的，对吧？牙医，不必露出这样的表情。你曾经接受了整个往事乐土的终结，不是吗？你怎么知？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由艾莉西亚留下的印记，我相信你。作为继承了烛火之额意志的人，你应该更能明白，我们所有人的付出都各有其意义。我相信你，就像我相信凯文一样。我只是觉得这段时间自己所见证的离别未免太多了一点，但告别是值得的，不是吗？烛火之额，在他们以此为组织命名的时候，大概也不曾想到，比起追逐星火的额，他们更加适合成为照亮路途的火。啊，梅比乌斯，你们还真是取了一个好名字呢。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名字。是啊，这就够了。好了，你们不必为早已深埋于过去的东西伤心，向着未来勇敢出发吧。牙医，梅博士，他直接在我的脑海里说话吗？还是说是十之律者？圣痕计划的本质是编纂世界，只要知道这一点，你们迟早会发现使用律者力量去改变它的方法，然后为全新的纪元点亮划时代的火种。
那是你们身为人质律者的责任。告别结束了，终于可以走了吗？是时候去向薛树神海发起挑战，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了。好啊，那就快点出发吧，正好不用再说多余的话了，我可不想在依依惜别上浪费时间。走了走了，十只绿者他也走吧。接下来我会利用这个世界炮处机会只有一次，我建议你们提前做好战斗的准备。接下来我会利用这个世界炮储备至今的能量，引导 Kiana 复原虚数神骸的完整存在。那么要上了。你们还在说什么废话，赶紧速战速决了，放手去做吧 Kiana， 就像往常一样。现在的 Kiana 一定没有问题。对，这个距离刚刚好，现在想象你，对，想象你面前的就是那个传说中怎么都打不死的伪神奥托，你要终结他的无限，将他的一切生命力都拘束在有限之中。对，就是这样。审判的时刻到，能量补给新增一个单位。能量补给新增一个单位。新增一个单位。急如雷电。能量补给新增一个单位。审判的时刻到了。能量补给新增一个单位。能量补给新增一个单位。能量补给新增一个单位。
能量补给，新增一个单位。小心烫伤！决战的时刻到了！呀，心炎，拔剑！重力压制 ，Fire， 把你 punch。能量补给，新增一个单位。决战的时刻到了！能量补给，新增一个单位。以此烈火，斩无不断。能量补给，新增一个单位。决战的时刻到了！能量补给，新增一个单位。急如雷电！结束了。结束了。那么接下来，你这不是已经很熟练了吗？很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完全够用了。那么接下来，这扇门难道就是……正如你感知到的那样，这是你们返回本征世界的通道，也是我们挣扎着试图让自己存在下去的最后机会。你们已经做到了你们所能做的一切，接下来的所有事我们也只能凭自己的能力各自去赌一把了。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回去了。当然，我就搭一次你们的顺风车呗。好啊，那你可要坐稳了。如果累了的话，不如回新亚特拉去睡一会儿吧。没事了，我只是在冥想而已。冥想？是提亚娜用过的那种训练方法吗？这是在神州，不，应该说在整个东方都非常常见的修炼方法。虽然没有传说中同于大通羽化登仙那样神奇，但是在开阔心境、感应心湖这方面，仍然是一种很不错的心理训练。的确，为了增强自己运用虚弥芥子的能力，我有时候也会做类似的尝试。原来如此，难怪你们看起来都很冷静沉着呢。希尔，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之所以要去冥想，恰恰就因为我现在有些心烦意乱啊。说真的，尤兰戴尔，我们还要在这里等到何年何月？我们来到这里也就是两个小时之前的事情。哎，你还真是个坐得住的家伙。
一想到 Kiana 他们还在努力寻找回来的办法，我就连一分钟都等不下去。早知道要像这样干等两个小时。哎，Kiana， 终于又见到你了，还好你没有事。是啊，幽兰戴尔，终于又见面了，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幽兰戴尔，发生什么了吗？啊？抱歉，我不知不觉就激动过头了。总之，你们能回来就好。好久不见，雷电牙医 Bronya Zajcik。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幽兰戴尔，李苏商小姐。好了，大家都没事。请大家在这附近略作休整吧。休息片刻之后，我们再一起向新的区域进发。在50000年前的世界泡被融合之后，我们应该可以从这里继续向下探索了。嗯，大家先休息吧，这样我们也有时间彼此交换一下更细节的情报。不过，再往后的区域，又会遇到些什么呢？这或许也只有那个凯文自己才知道吧。话虽如此，如果能避开与他交锋就好了。罗刹人说过，那个男人一旦恢复功力，就连整个鼎盛时期的太虚门也将不是他的对手。怎么，你过去不一直很威风的吗？区区凯文就把你吓成了这样。不对，虽然长相十分相似，但你并不是他，所以原来你就是十之律者。你有意见？想在这里比划比划？总觉得小石似乎格外针对苏商呢。哦，难道是因为之前在克洛斯腾？这种时候就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了，笨蛋。你们几个也是啊，没必要因为可能对上凯文就一副没什么信心的模样吧。我一个人都能和凯文打个五五开，你们这么多人在一起又怕什么？五五开？虽说他没使出全力，不过那时的我也一样留了后手啊。总而言之，如果真的大战当前，那你们就更不应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成何体统嘛。十之律者，正因为我们并不恐惧凯文，所以才会实事求是地讨论彼此之间的差距。哼，死正经，你仔细想想，这不都是一样的畏首畏尾，有什么区别啊？这么说来，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只要除去那个会制造恐惧的源头，不就一劳永逸了？放心，这个过程非常轻松，只需要我悄无声息地摸到他的背后。十之律者，正因为和那个男人实打实地交手过，你才更应该清楚，这种想当然的作战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哎呦，都说了，你这么正经干嘛？我难道不是在生动形象地教导你们，身为战士就要天不怕地不怕，克服基本的恐惧和……恐惧？混蛋，还真会给人添麻烦。喂，你这家伙现在到底是谁在添麻烦啊？
十只绿者，你要做什么？走了走了，我忙得很，没时间给你们一个一个做心理辅导。可是你这是打算去哪儿？别问，反正你们也跟不上。这位十只绿者的性格还真是不拘一格啊。不对，是啊，他该不会是在说……果然，凯文，他就在这条通道的深处，而且，班长。所以现在的你才会如此的，凯文，你是在寻找自己的埋骨之地，对吗？我不会加以否认，绝望的胜利也是胜利。那么既然你以某种方式囚禁了所有的绿者，为什么单独对我网开一面？你应该知道，十只绿者的核心至今仍在我的体内。这没有为什么，毕竟你就是你。确实，我就是我。比如说，我之所以来这里找你，正是要为你送上作为华的认同。你达成了烛火之额的宏愿，你即将带领人类战胜崩坏，这一点作为华我必须认同。作为华，原来如此。如果我仅仅是华，事情应该会简单很多吧。那不是你的错。凯文，你曾经是我的战友，在战场上你是我最为敬仰的领袖。我必须承认，即使理念不尽相同，我也并不具有站在你对立面的勇气。过去我曾经错会了苏的一句话，他说不能在中烟降临时死去是凯文最大的遗憾。那时我以为这单纯是指梅博士的事，但今天我终于完整地明白了，这遗憾究竟还包括了什么。在成为胜利者的这一瞬间，你也将亲手杀死那个以救世为名的自己。你知道了，我们必须胜利。华，梅曾经将火种计划托付于你，后来丹珠以苍玄牺牲，火种在我们眼中已经与失败无异，而重新出发的方舟也在数千年后意外失去了联系。于是我决定抓住圣痕计划的第一个执行窗口，在新的绿者尚未诞生，而新的人类已经突破数亿的时候，用相对最小的代价完成我们的使命。如你所知，苏阻止了我。比起在当时就死去数以亿计的人，他更愿意进行一场赌博，赌横沙计划在命定的中烟之前能够找到两全其美的答案。我希望他已经做到了。华，现在是圣痕计划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窗口，十二名被我们既定的绿者已经全部降临，我们可以用相对最大的代价
来留下数量最多的幸存者。但如果苏已经找到了他的答案，那么你的火种其实从未熄灭，与此相反，他将从此刻开始熊熊燃烧，将历史背负的所有罪恶尽数洗净。所以浮华，朋友还是敌人，选吧。这没有什么遗憾的，我的老朋友。没有遗憾吗？即使我们此刻已经无法向外通讯，即便你的计划早就全然落空。计划分明与本来的我一样，知晓一切，掌控一切，却也只能像他一样，在为他人铺平道路之后就不幸消亡。你认为我应该感到不甘？至少对于人类来说，那的确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但博士，你知道我另有所指。是指你上一次对我进行的指责吗？把那些孩子们当做了我背叛世界的砝码？如果是指当时我说重话的原因，那么是的，融合的确是不可逆的过程，但在我的计算中，那原本要在至少40天后才会真正开始。也就是说，你通过自己的智慧提前40天将自己的世界推向了毁灭，虽然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只剩下了你和我的世界炮。对于人类本身而言，这也是必要之举。所谓的必要之举，也包括是今天这个意图在内吗？即便那些绿者要阻止圣痕计划的理由足够充分，也不必在今天便急于重返本征世界。根据我的研算，让他们在这边悄然积蓄能量，完全找回战斗状态，这同样是一种很好的策略，所谓磨刀的误砍柴工的方法。但不是你从一开始就用时间紧迫的暗示来诱导他们。我原以为这件事有更深一层的考量，但不是。你是不是也在感情用事？啊，过去当我们能够自由活动的时候，每一年的今天，无论有多么重要的事，你都会弃之不顾，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却什么也不做。既然此事的优先级高于一切，我或许可以推测，在融合完成的那个瞬间，身处此时对你来说就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但从现在的趋势来看，由于误差终究难以控制，你与我在融合真正完成之前就会彻底消失。所谓成就更是天方夜谭，所以虽然不知道内容究竟为何，但这对博士来说想必是一种极其糟糕的结果。你可以追求的时间将变得没有意义，也就是我之前说的计划完全落空。我很欣慰，普罗米修斯，除了一些你不可能得知的细节以外，你终究靠自己的能力看破了我。不过要想让你理解，恐怕我们也没有充分的时间了。不可能得知的细节？那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了。在我刚推测出中烟列者可能从本征世界披露出一些世界炮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和凯文分享了这一发现。当然了，那时的他其实什么也没能听懂。合理的状况，毕竟他甚至没有一个学士学位。倒也不是这个意思。虽然那时的他对于理论可谓一窍不通，但却也因此发现了一个我不会留意的细节，并因此向我提出了一个猜想，许下了一个承诺。他说，如果在未来我们中的任何一人能够在中烟之后幸存，那么这个人就在每一年的今天，我和他相识的日子，
来到这里静静地处上一天。这有什么意义吗？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他认为既然会有世界炮因中烟的灭世而产生，那么世界炮中的我们说不定也会记住这个承诺，而这一天的意义就在于此。跨越无尽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或许可以在冥冥之中陪伴着另一个失去了一切的对方。所以在得知了本周世界的情况后，你开始刻意控制如何到来的时间。你想让自己在消失之前，让本周世界的凯文得以见到你最后一面，即便这种事的成功率本身就近乎于零。我必须指出一点，博士，对于拥有千剑一成的人来说，这根本毫无意义。如果他有相应的意愿，随时都能够主动做到这一点，他的世界蛇联系我们，让我们去充当工具的方式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对事实真相的认知水平早已不再懵懂。而你，梅博士，你仅仅因为这种不理性的承诺就选定了今时今日最根本的决策方向，就逻辑本身来说，这设置到了盲目的程度。原来如此，这的确应该是你的思维方式，不会指责行为的含义，而是指责行为的效率。在你看来，我本应该自始至终都贯彻绝对理性才对，是吗？嗯，的确，很多人这样形容过我们。如果普罗米修斯是世间一切知识的集成，那么梅就是神明用以处理知识的思路。但思路与知识不同，它必须具有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希望你能以自己的力量看破并理解我。你是想说你自始至终都是感性的，而所谓的绝对理性只是应用在了手段上？不，不对，你是说你让自己保持理性的目的恰恰就是要为自己的感性夺取生存空间？没错，虽然烛火之恶的人们绝不会承认，但他们之所以会义无反顾地跟随我，恰恰是因为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而这一点想必也是本征世界的凯文把我们当作工具，让那些孩子能够来到这里的根本原因，是他终究已经领悟到了火种计划真正的内容。火种计划？详细说来恐怕时间并不足够，但对于那个没有计划的计划来说，真正重要的其实就只是坚定的梦想和不变的真我。凯文如此，那些孩子如此，作为影子的我如此，而你也同样如此。没关系，你不必强迫自己去接受这种哲学。不，可是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这些？我不认为他们的想法能深入到刚才的这些层面。因为就和现在一样，倘若单纯诉诸教条，他者反而无法领会。啊，对了，再指出一个你之前的误解吧。事实上，背叛自己所在的世界，正因那是凯文必定会做的事，所以此刻的我才有同样如此的必要。我出于自己的意愿主动做出了这种事，对于我们彼此的自我而言，其中的意义并非微不足道。无论如何，自从当初的我选择接受那个笨拙但诚挚的男孩以来，我们之间的感情对他来说就从来都不公平。我要穷尽世间的真理，我要带领大家向崩坏宣战，到头来我们属于彼此的时间可谓少而又少。
既然在本真世界已经有一个我扮演了绝对理性的存在，而我也已经配合他为人类的未来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那就也让我试着为那个孤独的男孩去做些什么吧。但他甚至无从知晓了。这无所谓，普罗米修斯，人类的本质就是为了本不为我的某物而献上生命。我不理解，这样下去哪怕没有崩坏，人类的灭绝或许也在劫难逃了。不，普罗米修斯，没不是你到此为止了。看来在我身上的排异反应要比你更强烈一些，那么如果你还能延续思考，就记住我现在说的这句话吧。你认为会导致人类灭绝的劣根性，这恰恰是我相信他们能够长存不灭的关键，也是我所能留给你的唯一祝福。他们所看见的中央残骸，于精神的意义上的确就是我在本中世界的结局。只可惜博士，你留给这边的我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博士，即使在刚才你也仍然算计着什么吗？难道你就是要让我在此刻这里明明只有我们两个才对啊。谁心底しないね。状況が形になるけれども、ウサギとしての責務がなかったとしても、私は申請者を見捨てられないの。谢谢你挽留了我，但你究竟是谁？世界蛇的人们称呼我为雨兔，不过你也可以叫我米斯特林沙尼亚特，这是我给自己取的人类名字。对目前的状况来说，还是先让我将你的意识完整转入到圣神当中吧。与你的博士不同，作为纯粹的数据意识，你不会因此而失去自我。你打算利用我做什么？不必紧张，我并没有任何想利用你的意思。怎么说呢？就像那些被我融入梦中的人类一样，我只是想让大家都能够幸福地生活下去啊。你知道圣痕计划根本做不到这些。是的，我知道。正因为这样，那才仅仅只是梦而已啊。可是如果明天根本无法存在，从梦中醒下来，不就是等于为他们宣判死刑而已吗？现在你还原真实世界的景色，轮到我了。